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过唱高音级卡或者高音破音的情况，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？有没有方法可以缓解或者解决呢？首先是喉位过高，使得甲状软骨和舌骨之间没有缝隙，当喉位高到不能再高时，往往会导致破音，这样的音色是尖锐刺耳的，唱的也很累。其次，呼吸方式不对。 唱高音时应该用腹式呼吸而非胸式呼吸。有支撑的腹式呼吸可以让横膈膜有效地控制气息的流量和流速。众所周知，喉外肌用力会挤压声带，使得声带发声更不可控。腹式呼吸可以有效地缓解喉咙和下巴的紧张。再次。 气息太强，唱高音时应该减少气息，而非加强气息。过强的气息给声带挡气，造成沉重的负担，甚至打破声带的闭合，造成破音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压舌根和舌头后缩等不良习惯会阻塞发声通道，造成声音极卡。与声带发生相关的肌肉群很多。 任何挤压声带或者堵塞发声通道的动作，都可能导致声带失控。最后，唱高音时假勺肌参与过多，唱歌时假勺肌参与越多，胸声就越多。而唱高音是需要逐步减少假勺肌的参与，进入高位置共鸣的，否则会导致音区过度不自然，音准偏低，甚至破音。想了解更多练声技巧的同学，欢迎评论区留言。